有的委员会提到，监察委员中每个人都有一部车，我们家的贡献是远远大于那一部车，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2008年接任监察院院长的王建轩，从事公职30余年，一直奉行圣经真理的原则处事，也赢得许多代表他为人刚正不阿的称号。除了在职场上清廉形象获得好评，王建轩和妻子苏法昭结离数十年，努力实践爱家哲学。他们近年更是投身公益，帮助上万个清寒学子。他没有求什么，他不自私，他不为自己的名求，不为自己的利求，他只是为了说为这些个穷苦的孩子去做。所以我能了解他，我知道他做的是对的。王建轩盼望透过他的经验心得，告诉大家生命怎么样会更有价值，以及夫妻如何相处方能牵手走一生。今天坚情部落格非常荣幸请到的是监察院长王建轩。王院长最近又出书了，一个是谈信仰，一个是谈婚姻。不过院长啊，一般政治人物对谈这两个话题多半都非常的审慎而低调，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出书呢？嗯，这个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最近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点亮生命》，主要是谈信仰的方面。我们年轻的朋友啊，因为你有阶段性努力的目标，是，譬如说我要考大学，我要结婚，我要这个找工作，我要买房子，我孩子出来了，你有阶段工作，所以你在忙，就会没有想到啊，我们人生未来到哪里去。但是你到了一个年龄，譬如尤其到退休了，说哎呦，我这么快啊，都要退休了，哎，退休是什么意思啊？退休就是退下来休息吗？那休息完了以后要到哪里去呢？哇，就很悲观了。所以我们人生啊，讲的悲观来讲啊，都是在死亡的路上排队。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啊，其实就是去点亮别人的生命。所以这本书大概是交代这个。那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先写这一本。第二本叫牵手走一生。对，牵手走一生，我们家庭哈，是社会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也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啊第一个社会组织，就是家庭。嗯，如果你去看啊，很多家庭不健康，孩子在外面乱搞啊等等，都是夫妻婚姻，要不然就是天天吵架，要不然就干脆离婚了。所以婚姻一坏了，家庭就会坏，孩子也会坏。所以我们要有健康的社会，要有健康的家庭，要有健康的家庭，一定要有健康的婚姻。那这本书《牵手走一生》呢，主要是围绕着圣经啊，来信仰来讲，怎么把家庭啊、婚姻能建立得很好，能够牵手走一生，白头偕老。是，这里面有很多好漂亮的照片，我看到。苏老师笑得好开心，因为院长跟他献花之类，有很多你们的生活点点滴滴。不过其实谈到婚姻跟信仰这两个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么一点 linkage， 它有一点关联系，就是你当初认识苏老师的时候，也是他把这个信仰介绍给你的，对不对？没错。你当初怎么认识他的？我们在成功大学是同学。哦。同学，当时苏老师在学校里面呢，他毕业的时候全校第一名。哦。全校第一名，所以我有时候跟人家开玩笑，我说你不要小看我哟，我能够去取到第一名啊，也表示我不简单了啊。所以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嗯嗯。那我们家只有爸爸妈妈是的，我们孩子都不是的。所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礼拜天去做礼拜啊，那我就当然陪到他去嘛，义不容辞嘛啊。那去陪了以后呢，我觉得到教堂蛮好的。第一个感觉那里的人都好像比较好一点啊，很亲切的样子啊，这个那个，然后唱诗歌呀这些东西觉得不错，所以后来我就决志相信了。但是在开初相信的时候啊，我并没有说哇多么相信耶稣了哦，圣经讲的这些道理都搞得很清楚啊，坦白说没有，只是觉得说哎不错，
不错，所以就晓得，所以慢慢慢慢这样子出来。所以邵老师他都没有完全没有逼你或是没有，不过呢讲老实话呢，但我们会感觉得出来，就是说这一个女孩子以及尤其她的父母多么盼望她的女儿能跟一个有共同信仰的人生活一辈子啊，这种感觉我们常人就会感觉出来，所以在当时就决志相信了，这个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讲如果不信哦，否则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说啊，我太太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然现在我可能还没有信上帝啊，将来有一天灭亡，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地方相会啊。对。可是真的很多人在公务繁忙的时候，会比较把信仰放在一边。可是你是怎么样可以去做到去坚持？你的信念是什么呢？有人常常说，我没有时间去做礼拜。不是没有，是你有没有把它摆在顺序摆在前面。如果你摆在第一位，你一定有时间去做礼拜啊。你要太太摆第一位，你一定是会爱你的太太，就是时间的次序。我们工作当然是重要的，像我们在监察院做事，你一定要把监察院的工作做好，把监察权能够发挥出来，然后呢你礼拜天这些去分享信息做礼拜，这个一点都不会发生冲突的。那然后呢，就是你看哪个重要，哪个重要。那我觉得假如没有很好的信仰，你的工作常常也做不好哦。你在工作当中中间你会想一些鬼里鬼气的东西啦，沽名钓誉啊，或者甚至搞钞票啦，或者逢迎拍马啦，就那一套圣经上都觉得不好的东西你都会出来的。但是你如果把信仰摆在第一位呢，你就会觉得在工作上说大家都说应该这样做呀，不可以哦，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对，可是在大家都这么说要这样做，当您觉得应该不是哦，因为圣经的教导在您的心里面有一个根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政坛你会显得有一点点格格不入，或者是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会有一个距离？有的时候你做出一个样子来了哈，像比如说我在财政部啦，像现在监察院啦等等啊，这个民意代表啊或社会上人官说很多，对不对？大则他会贿赂你哦，小则他会找有利的人，党国大佬啦或者你的好朋友来官说这样的事。但是当你的样子做出来的时候，我是绝对不接受官说的。而且例子搞下来以后，大家都知道找他官说没有用，没有用，会碰到一鼻子灰。结果你反而好做了，反而就没有人来找你官说了。所以你刚刚讲的说，这个王弟兄，你会不会有格格不入啊？政坛上啊，我觉得不会。就是有些人他反而不来困扰你，他晓得困扰你也没用，他就不来跟你搞七捻三的，就没有。所以其实做公职你是什么样子，在后面就时间就会越来越呈现出你本来的样子，或有标准或没标准，其实是很清楚的了。我在谈到信仰之外，我还很好奇，我想先来谈一段就是婚姻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是比较少在电视上谈到的。我在书上看到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标题，就是管住你的嘴巴。苏老师也是伶牙俐齿、口才很好又聪明的人。你们刚结婚的时候啊，有没有那个磨合期是吵吵闹闹？我和苏老师结婚快要五十年了。吵吵闹闹，坦白说一定有的。但是这个吵吵闹闹都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也许在别人看来不认为这是吵闹。所以看吵闹的定义，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会气了不讲话呀，会冷战好几天呐、这种情况有的，但是没有什么动手啦，或者骂粗话啦，或者是摔东西啦，都没有到那样的程度。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跟苏老师将近五十年的婚姻啊，应该是蛮平和的。你们通常会为什么样的事情会产生这样子的？大概都是在讲道理吧。哎，讲道理吧。
不要再喝这么多茶了，马上晚上要睡觉了，喝这么茶，然后这夜里面又起来要上厕所，又不能睡觉了，影响睡眠了，哇啦哇啦，哦，这个都是为你好啊，哦，对，哎，我现在口渴的要命，喝茶你也啰里啰嗦，哦，譬如这样讲啊，他就会，有很多，所以我在这个书里面啊，我在这里不是推销我的书，但是我真的是用爱心来写这些书，那这些书版税都是捐出来给公益慈善机构的，我不是为了赚钱来写，我是为了爱来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给读者来听，像刚刚这一篇就讲管住你的嘴巴，对，我里面有活生生的例子，哎，就是有一个先生啊，男孩的娶了一个太太，是这个上市公司大老板的千金啊，那娶到这个男孩子也蛮不错的，所以就在这个大老岳父这个关系企业里面的一个公司做总经理，做到董事长。但是这个男孩子心里呢，总是有一点大男人主义的压力，他很怕人家讲啊，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还不是娶了个好太太，要不然你就能做到董事长了，他怕人家这样讲，所以心里面就有一点这样的压力。所以有一次太太跟先生就吵架吵得很厉害啊，哎，就犯了这个毛病出来了，太太就跟先生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以为你现在做董事长了是吧，要没有我爸爸你现在不在哪里扫地的哦，哎呦，先生本来跟他在吵架，当太太这样讲了以后，先生不讲话就马上走出家门走了，好几天都不回来啊，所以太太就晓得完蛋了，讲错话了。这个因为这个是正好是伤到他的要害的地方，很毒的一个地方伤到他。当然有的人不在乎，对，但是有的人很在乎。后来最后终于就离婚了，所以这个太太就觉得非常的后悔，因为这个先生非常好，就是这一个话出来。你讲别的都不要紧，这个刚好是伤害到他的要害的地方，所以相反的呢，你都要管住你的嘴巴，你就要说一些赞美的话。其实讲的不好听啊，夫妻之间啊也常常喜欢灌米汤，所以有的时候先生要对太太灌点米汤，先生也对太太也对先生灌米汤，互相灌米汤是牵手走一生的因素小方法之一啊，所以管住自己的嘴巴，夫妻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地方。但听说你的浪漫是展现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你们家的隔间呢，是比较开放式的，哎，是为了让你可以时时看到苏老师的身影。哦，对，因为我们的房子很小，你知道吧？那么我们住的房子它都是30平，这个左右很小。好在我们没有小孩啊，我们就房间给打掉，然后厨房啊我们也打掉，变成开放式的。所以我们在客厅就可以看到厨房。不过像您讲啊，就跟太太就是真的，经常是在一起，就连你说房子，你看要躲也没地方躲，就真的就是一直就是相处在一起的。可是你怎么可以容忍太太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回娘家去？其实这一般来讲对男人来讲，很难做得到。这个我在里面写了一篇啊，恋妻症，我故意用这个名字啊，恋妻症啊，我有那么一点点恋妻症，就是说苏老师不在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不自在，反正不舒服啊，虽然我在做事，那么哎呀他在我也没有跟他讲话，我在做我的，但感觉就不一样。对，所以每次他出去参加同学会啊干什么呀，哎，我就觉得怪怪的，然后我就看9点多了应该回来了吧，就是跑到窗子看看他回来了没有啊，听到外面有关车门的响声，所以是不是他来了啊，就有那么一点点，当然不是很厉害了。所以我就写这个恋妻症，我主要是告诉我们夫妻结婚的人啊，跟夫妻不要分开太久，因为我们圣经上说夫妻二人结为一体就不再分离啊，这个不仅仅是指不可以离婚，离婚是永久分开了，就离开太长了都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那个原则，那个原则。那么刚刚你讲的说，哎，怎么苏老师一出去一个月两个月啊你都可以忍耐啊，对，基本上说苏老师离开我的时间一两个月的这种时间不多，大概一年有一次吧，大概两次都不大有，因为我的岳父啊岳母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
所以到了暑假的时候他就回两家看一看，那一年都没有见到嘛，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嗯嗯，所以就他就去了以后，我的岳母他们也很好，他说跟我太太讲说，你要赶快回台湾，快回台湾啊，夫妻不要离开那么久啊，对不对？但是心里面当然还是觉得女儿再好嘛，所以他去。那我觉得虽然有一点孤单啊，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啊，所以我没有觉得很难过，说不那个，哎，反而也好吧，小别胜新婚吧。然后你说，哎，快了快了，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哎，过了两个礼拜了，反而还会算一算啊，也很好。那个官说的人啊，就会看到，啊，譬如立法委员来了，还有什么有办法的人来了，他就会看到。六亲不认，大公无私，部长王建轩真。从财政部到立法院，过去王建轩一丝不苟的方正性格，能在暗潮汹涌的政坛上一路过关斩将。除了正直清廉的作风，太太苏法昭默默的支持和配合，更是王建轩能够专心服务人民、报效国家的最大关键。刚刚听了很多院长啊，谈到他对苏老师宠爱的一些小故事，但是其实苏老师对王院长的包容也不遑多让，因为我们常讲嘛，当政治人物不容易，当政治人物的太太更不容易啊。王院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从政的？我没有主持人你讲的那个从政的那个观念，我们从前大学毕业能够到政府去工作当公务员，这是我们第一选。为国家服务，当年我们成绩比较好的，考上高考了，我们能够进海关啊，进中央银行啊，这都是人家炫目的好的，其实未必啊。这个到民间企业发展，现在很多都做大老板，我们还差得远了，你知道吧？但是当年都是这样，所以但是去做公务员，如果就叫从政的话啊，当时我那个时间毕业的人都想从政，你知道吧？都想去。那么可能你讲的从政啊，讲有的时候我们去选举，像我去选立委啊，选市长、选县长啊，如果说这个叫做从政的话，说哎，王弟兄，你为什么会去选举啊？我想是神的带领，我对选举啊，就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不但没有兴趣，还很恶感。啊，我这样讲，很多人都不相信哦，说那你为什么还跑去当算我怎么样的？我就是一种使命感的，说别人说这些立法院啊，一支小蜡烛进去也可以点亮啊，别人给我鼓励鼓励，打打气，我看看，哎呀，那么多人都这么希望我去。好吧，下海吧，去拼吧，确实有那样的东西，你也可以说是冲动吧，啊，但是我想从正面来讲啊，我对于台湾很多的事情啊，我都有相当的有使命感，所以有些人说，哎，你怎么会去写书啊？哦，写书，我有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啊？大家可能觉得不一定赞同啊。我觉得我的余日不多，来日不多。我今年72岁了，监察院再还有4年任期，就76岁了。那么76岁以后，你还能做什么呢？啊，当然你可以讲，哎呀，你还要活100岁了，没有问题了，讲客气话啊。但是正常我们晓得，一岁年龄一岁人，到了一定年龄，你的体力、智慧还能不能带领一个队伍，说冲锋啊，做很多事。我不是那么乐观，当然这个交给神，所以我要在我现在能够有的时间里面，我要对国家、人民、社会、朋友，让人有贡献，有贡献。我觉得我这样的理念应该是对的。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官员、所有民间企业的大老板或者工作人员或者小老百姓，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感觉，说我的时间不太多了。我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努力努力做一点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能这么想，我相信台湾一定会变得很好的。是，不过院长，从你这样聊起来，我觉得你做很多事情的起心动念是
想要不管是任公职也好，还是就是出书，你想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什么，做一些拨乱反正的事情。有些事情你看了可能会觉得心痛，比方说有些人没有盼望啊，有些人明明就是可以牵手走一生，然后失去了承诺，所以你觉得可能一点观念给他，可以帮助他们，然后可以让一些事情变得更好。但是您自己从政之路一路走过来，我们要在政治界里面啊，总是有颠颠簸簸的时候。你曾经是亚洲最棒的财政部长，但是情势所逼，你下来那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上帝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倒没有去问过上帝发生这些事情。我感谢上帝，我家里面啊是很穷的，我爸爸是没有念过小学，不是没有毕业啊，是没有念过，妈妈也是这样，所以你就会晓得家里面也不是有钱。那我的祖父母我也没见过，老早就过了，所以我们是很穷困的家庭。我爸爸是当兵的，嗯，那么但是啊，我这一辈子呢没有经过太多痛苦，虽然家里很穷啊，是爸爸妈妈在那里很辛苦，我们最少有吃饱肚子啊，没有饥寒交迫，没有。然后我出来念书啊，这样一路上来啊都很顺很顺，包括现在到监察院啊，包括写书啊，包括一般社会对我的看法啦，处处都是蒙神的带领的。所以我不大有什么让我气死了的事啊，冤枉我的不得了的事啊，这种小冤枉一定有嘛，对不对？像现在我写这本书，他就说王建先生在监察院里面去，好像那是促销他的书，开记者会。没有啊，我怎么会在那儿开记者会推销书啊？是因为苹果日报拿到这个书以后就去写文章，写了以后啊，他有负面的报道，到了礼拜一啊就变成新闻了，哇，一大堆记者都来了。哦，那你不见也不行啊，对不对？那就见啊，去解说啊，这个东西啊，然后他就乱说一通，还说我在大谈性爱啊，说有女记者不好意思啊，说我怎么样，那是女记者自己问这样的问题的，而且后来还排队让我签名啊，都感觉都很好啊。好，我要讲那个什么呢？就是你啊。很气，怎么这样写我呀？怎么媒体这么乱讲啊？或者怎么样？很气。你气了以后，你要怎么办？要怎么办？他这整个的社会现在像那个媒体有一些的东西，他已经走火入魔嘛。有一个媒体写了我一大篇，就这个事啊，骂了一大篇，大半版了。这个记者没有来，他也得写一大篇，所以好，那这种事啊，你气不了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圣经的话就会出来了。神说深渊在我，对，所以就深渊在神，不是在我们。我从前在财政部也是，这个明明是经济部的事，他张冠李戴写成财政部，气得我要死啊。然后就开记者会说明，这样说明以后啊会更惨，那个记者永远记得你，下次总归会给他找到一个东西啊，他给你放大，对不对？后来我发现这玩意儿不行。好，神说放心好了，我会替你伸冤的啊，所以你就不会那么急躁，说气死我了，等等。然后圣经上也讲了，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必暗中查看，诚实报应。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乌七八糟的人，这些东西迟早都会报应的。我们俗语也讲嘛，善有善报，恶有报，恶报不是不报嘛，时间未到嘛。圣经讲的道理跟这个也是大致相仿的，所以你也想了，没有关系，我们相信这一位神，他自然会替你主持公道的。那我觉得可以想到苏老师的心情，就像你那时候退下来，他会跟媒体讲说啊，家有喜事啊。哎，你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先生在外面被人家这样的乱说？我的先生他回家可以被我们宝贝，他可以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为什么要被你们这样？对不对？所以苏老师他在后面其实默默支持你的这个精神，他要配合很多事情，因为要当官夫人也不容易，对不对？他做官夫人啊，我觉得不困难，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因为官场那些事，他一看再见，我不跟你来。你知道吧？所以那种比较 social 的场合，他就有人如果要走什么夫人路，面谈，所以他树立那个形象，所以从来没有人去搞他，找他什么东西。那唯一的呢，就是说一天到晚看不到我这个老公，他都在那忙来忙去，
哦，回家来忙了洗澡睡觉了，第二天一早吃了饭就跑了，你知道会有这种。所以我常常跟他讲啊，我说要感谢神，因为我工作很忙，训练你有独立性，一个人可以干事儿啊，来做。不过你刚刚讲的状况啊，很多从政的人的夫人啊太太啊，的确是心中非常的难过。第一个对他的先生他觉得很难过，干嘛嘛，我们又不是没日子过，又不是非要当官，为什么要受这种的屈辱呢，对不对，会生气的。所以但是想到先生为国家在做事也是对的嘛，那也只好去忍耐啊。你通常怎么样去说服安慰太太去支持你的理想抱负？还好他在这一方面啊还是比较顺服的。就是说我说譬如说选立委，他也是不赞成啊。选立委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去爬山，有些人说哎你现在部长不做来选立委啊，我才不搞这个事。结果大家越讲啊就觉得你来做立委会很好。讲完以后啊，我们已经爬山下山了要回家了，平常说再见了，我们到你家再聊聊好不好。哇，有的人说哦你要选我捐20万我来做你的义工，就是说我太太坐在旁边不在桌子上面，在那边哭起来了。我们没有注意说哎怎么宋老师哭起来了，因为他看你们讲真的又把王先生又推出去要选的不得了啊，你知道吗，这表示他当然非常不愿意。但是后来我们决定要选了，他做我竞选总部总干事，菜鸟在那里搞来搞去忙得稀里糊涂。有一天我们记者会的时候就要去宣布嘛，我就带他一起坐到车上，他都还不晓得，我说等一下啊要宣布啊请你做总干事啊，怎么这样，去了以后才知道的。哦，对吧，因为先讲了等一下他又啰里啰嗦吧，可能这样了。后来也做得很好啊。所以后来吉素老师他也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就是说该面对媒体或是面对官场上的文化的时候他应该要怎么做，对不对？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技巧。他就是一切照规矩办。听说他一个冰淇淋都不收的。哎，对，我们都不收这些东西，都不收。我们那时候也是要想树立一点榜样啊、榜样。我那时候树立好几个榜样啊，就是我们到学校里面去政见发表会，我那个政见发表人都很多，平均大概都有2000人，这在当时很不简单的。所以我们去了以后一定把当地的垃圾捡得干干净净，连烟头都捡掉。所以很多小学啊就很喜欢这个王部长来做政见发表后我们都不要清理，不然别的人来啊礼拜一上班就要发动人去清理操场搞一堆。所以后来我们就后来也有人学我们这样子来做，所以也树立很多东西。我们当时也是不放鞭炮，我们竞选也不去攻击别人，我们就说我要怎么做。后来都有人讲啊，他说这是我听到最干净的政见发表会，他别的都在骂人，骂得越凶底下都鼓掌，这样的哗众取宠啊，我们都没有搞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不放鞭炮。后来说哎你要高票当选的话当选之夜要放一下子吧，所以就有人送鞭炮来，送一捆一捆啊，很大一捆。这个东西怎么办呢，东西万一不放啊，不放你摆在那个地方好多啊，万一哪里点了个火啊，对，一起放啊就变爆炸一样啊，不怕死了。后来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把炮竹啊来泡水，搞个水桶把那个炮竹放进去泡了以后潮掉了失效了就放不响了，就这样啊。我们连最后一天都不放，就是不放，就是树立一个榜样。考成绩很不错，当时考了多少分？考了多少分具体不太清楚，那么就是反正我是说家里不让我读了，然后也就没有去抄成绩了。那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反正也没得读嘞。这些人如果将来培养起来，他说不定会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也不一定啊。那份通知书来之不易啊，我等了他等了好久好久的。收到了以后我每天睡觉的时候睡觉前都要看一看，我怕被别人偷走了。一颗珍珠一颗心，王建轩夫妇近年来成为中国各省鼎鼎有名的珠宝商，因为他们所推行的捡回珍珠计划卓然有成，
透过他们所创办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为无数穷困学童圆了读书梦，也因为教育翻转了这些孩子们未来的命运。 AEVER Never， 再讲一遍来。 政坛上呢，王院长他是心直口快的小钢炮，但是为什么在公益事业上，他真的心软到啊，就是看到孩子受苦啊，他真的是会掉眼泪，后来变成很多孩子的贵人。这几年您在中国大陆在心血嘛，大概有成千上万个孩子都得到了帮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捡回珍珠计划。在这个计划之前，你们先办的是叫做爱机会，对不对？爱机会，我跟几些好朋友啊，创立了三个公益慈善的基金会，一个在台湾，这个最久，一个在大陆，一个在美国，三个点都是在当地政府合法登记的。我们在中国大陆啊，有做希望小学，我们做了有300多所。后来我们在中国大陆啊，有做一个叫捡回珍珠计划，就是很多初中的毕业生，这个初三在这个学校。10个班500人毕业，他考前10名以内的，就是好的不得了的学生，高中也考到很名校高中，可是没有钱念书。对，这个就叫做一个大珍珠被丢进了垃圾桶，这个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捡回来，叫捡回珍珠计划，就仿照台湾从前的师范生的制度，就到学校来念书啊，学费不要钱，吃住什么东西通通不要钱，3年，这个孩子我们就叫珍珠生。我们第一年招进来有21个珍珠，第二年有40个，第三年有80个，我们就阿门，感谢主，每年都加倍哈。到了第四年，就2007年的时候，80加倍要变160啊，大家就没有信心了，我的妈呀，160到哪里捐钱呐、啊？因为不少钱呀，因为3年嘛，吃住什么都在里面，没信心了，这样的，没信心怎么办？就管他怎么办呢？就看他怎么走吧，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结果到2007年变成1600人，看看多少倍啊！所以我们就在全中国大陆选了19个省，32个学校，每个学校50个人，叫珍珠班，一共1600人。到2008年的时候，就变54个班，2700。到了2009年，经济不景气，我们说完了完了，这一下子没人捐钱了，你知道吧？结果变成60几个班，3000多人。今年就是2010年，就是刚好9月开学的这个，88个班，4400人。明年估计大概会一次就招进来5000人。这些大陆叫双特生，就是成绩特别好。家里特别穷，我们是帮助这样的，所以现在整个加起来已经上万人了。所以这些孩子进来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吗？对，他初中考高中，他有联考，所以我们就晓得他的成绩在前多少名。那你在成绩在前多少名，是你有资格申请，对，不是代表你就可以哈、啊，因为我还要看你穷不穷嘛。对，如果你考第一名，你家不穷，我们不要。这些孩子啊，他们都很感恩。像我们自己的孩子啊，他不敢问，妈妈，怎么给我买的球鞋也不名牌呀、啊？你看他们买的鞋都有勾一下，哦，对不对？什么东西他给你讲一大堆，是吧？这些孩子啊，你帮助他一点，哎呀，大恩人，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都是这样。他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很难忘的例子？我们在甘肃有一个学校，也做珍珠班，有一个女孩子啊，就念高一，就符合珍珠班。他变珍珠生了，这下啊太好了，3年都不要钱了啊、哦！就，我们有一位同仁，就陪了校长一起去看这个女孩子，她叫做家庭访问。访问了家，穷得不得了，不得了的时候啊，他就问这一个珍珠生哈，说：“哎，你有什么愿望啊？”那多数的孩子啊，都是说我一定要努力念书，才对得起这个捐款的人。对，我要让爸爸妈妈有好日子过，怎么样？都是讲这一类的话。这个女孩子她说，你的愿望什么？她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啊，就是陪我的妈妈回老家去看外婆，就是看妈妈的妈妈。因为这个爸爸很穷，
他在的这个县呢、啊、也很穷，娶不到老婆，你知道吗？他又跑到另外一个更穷的地方，就娶了个太太回来。娶了回来以后，生了孩子，一念高一了。这个太太啊，这个还没有回娘家看过妈妈，十几年了，你想一想看，哎，真是。那我们这位同事就说，那你这样大概有多少钱的旅费呢？他说1000块人民币，就差不多4000多块台币，包括这个妈妈还有这个女儿还有一个妹妹，三个人一起来回的旅费。那我们这个同事的就说，那我付，我替你们付这个1000块。哦，高兴跳起来。他这个妈妈在旁边啊，耳朵有一点重听，有听到讲，就问，哎，你们在讲什么，你们在讲什么。妈妈，告诉你好消息啊，这位先生要出旅费，让我们回家看妈妈去了，看婆婆外婆去了。母女抱起来哭，这样感动啊。所以后来我们这位同事就把1000块交给那个校长，说他要走的时候才给他。我们同事回到旅馆以后就想啊，哎，不对，就打电话给那个校长，说我还要再捐1000块，2000块人民币。为什么？他们三个人回去娘家，只有旅费啊，空空手啊。他说再给他1000块人民币啊，他就可以买小礼物，买很多哦。所以我们这个同事做的这个事多么美啊！我常常讲给人家听，我说各位，你们可以想得到还有比这个让你更快乐的事吗？没错，我告诉你就是没有。我告诉你，现在就给你2000万，你中了乐透，中了10亿，你会跳起来高兴一下，然后也就没有了，对不对？这个你想，我们圆了人家一个梦，圆了人家一个十几年的梦，还不是一个梦，好几个梦在里面。所以我们人生，所以我下面要再写书啊，第三本书我就是要写帮助孩子迈向成功，就是管教孩子的。第四本书我就要去写爱心的，叫做有钱给别人用真好，这个钱一定要拿出来让它发挥功效才可以。嗯嗯，那一个孩子一个蛋的这个计划又是怎么样发想起来的？哦，我们就有一个小学竣工典礼，我们捐的希望小学竣工典礼，我们就去参加。完了以后大概11点多，校长就陪我们学校看看，哎，就看到学生啊在吃饭，嗯，一碗饭啊这样子，上面一坨红红的，看不太清楚，走近一点看，红辣椒。还有学生呢放上一坨黑黑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豆豉。哦，豆豉，豆豉，那个咸咸的嘛，吃。我就跟校长说，我说孩子这么小啊，就吃这个东西怎么营养长得大呢？发育不良啊。校长说什么？王先生，这是这里家庭环境好的才有这个吃啊。我的妈呀，我说环境不好的吃什么？他就带我到厨房去看，吃苞谷饭，就是这些农人家里面都有种苞谷玉米，就带多少到学校去，学校就给他磨碎了，煮熟了给他吃，就这没有菜的，就是吃这个东西。那个学校60%的人是吃这个，30%有钱的就吃我刚刚讲那个一坨饭上面一坨辣椒那个玩意儿，还有10%没得吃的，因为他家不种苞谷，他带不出东西来，这样。所以那个量孩子放学都很早，大概什么2-3点就放学了，回家到家3点多4点立刻吃晚饭。所以他一天是吃2餐的，是这样在做。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啊，很难过，因为他请我们吃饭啊，客人嘛，还有鱼有肉嘛，真的有点吃不下去，好像反正觉得什么不对，你知道吧？哎，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们的灵感，因为鸡蛋很营养嘛，我们来给学生啊，上学的日子每一天给他吃一个煮鸡蛋。我就问校长，还有问他的教育局长，可以这样办吗？可以啊。我说你们有办法办吗？可以煮吗？有啊，我们有锅子可以煮啊，蛋可以运来，怎么样怎么样，多少钱一粒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算钱，我说那我们来捐钱啊，给你们这个学校大概有400-500人，上学日就礼拜六礼拜天不上学，没有寒暑假，没有，就是有上课就给你吃一个蛋。我们规定他一定要煮鸡蛋，不可以炒，炒鸡蛋也不卫生啊，而且他会2个蛋给3个孩子吃，对对对，你营养不够，煮鸡蛋呢就会比较能清楚，鸡盒就比较方便啊，那样做。哎呀，照了相片来，好可爱呀！那个老师拿一个小水桶啊，小样去领蛋，领了50个，他们班级都很大，领了50个回来发给孩子，孩子就在那剥，高兴得不得了，吃，照了相，
哇，你看了以后觉得哇，这样花多少钱可以帮多少孩子可以在上学时候有单子啊？差不多120块人民币就可以吃230-240个蛋，因为一年嘛，他有寒暑假扣掉嘛，周末扣掉嘛，就一算差不多这样。一百最初是100就够，后来蛋价在涨，就大概有120这样。所以这个计划在大陆发展的也不错，因为不需要太多钱嘛。你说我认养一个孩子，那不过120才500块500块台币嘛，一个孩子吃一年的蛋呢。对啊，您在台湾帮助清寒学生，在中国大陆帮助清寒学生，其实你自己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就已经是孩子满天下了。你现在还有一个俱乐部很有意思，叫做五子西瓜俱乐部啊。这个是为什么而来的呢？这个五子西瓜俱乐部啊，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孩子的人，这个比较幽默一点的称呼了。像我就是五子西瓜啊，大家组合起来，组合起来以后，为什么要组合这个呢？非常有意义，因为啊，像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只是偶尔老天会出来一下，说哎呀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的话，我现在都有孙子了啊，也会有老天会这么转一下，但是不会说很忧虑啊。但是有不少的无子啊，没有孩子，他们很忧虑哦，非常忧虑。他说我们老了怎么办啊？我们有一个朋友还年轻啊，大概30-40岁啊，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们将来老了死了怎么办？钱给谁啊？就给我们那只狗吧，在家里面养只狗啊，就开玩笑这样讲啊。就是很多人就想，我老了怎么办？我生病的时候那谁来照顾我呀？我死了怎么办？是不是就给他们随便葬葬了？好惨哦。他会有忧虑，他越忧虑啊，他就会越想到很恐怖，就晚年啊。那我们五子西瓜俱乐部组织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帮忙这些五子西瓜。譬如说他们要住老人院安养院，我们五子西瓜俱乐部去跟一个比较好的老人院，我们五子西瓜都住在这里，那每10户我们就有一户啊是年轻的五子西瓜，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给他薪水的，他在那个地方专门照顾这10户。这10户呢，你的钱给那个安养院，你给他，我们不碰钱，你给他，你怎么给他呢？我们教他去用信托，现在有信托法，有信托业法，政府会管的信托。比如你有1000万，你就信托给他，信托给他，他就帮你付，说每个月付安养费是多少，生病付多少，又是什么付的，将来葬礼丧葬费付多少，剩下还有几100万，我要给我姐姐，或者我要捐给什么慈善。那个信托的人，受托的人都会照规矩来办，都没有问题，因为政府有信托法，还有信托业法，就如同我们把现在钱存到银行，你不会怕他把你骗掉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那我们呢就负责监督，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这个五子西瓜呀？而且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拿薪水的，年轻的五子西瓜就会晓得这10户，这个王老太太她有糖尿病哦，不可以吃什么什么呀、哦？她的王老先生呢是有心脏病哦，是怎么样哦？他是看长庚的哪个科的哪个医生，他哪个医生，通通用电脑都记录下来。所以我这一个管的人，对这10户的人啊，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对你了如指掌。所以将来我五子西瓜俱乐部里面的工作人员，原则上我们都希望他是五子西瓜，也他就晓得我照顾这些人，将来我老了别人也是这样照顾我，我要好好照顾，我要好好照顾，都是自己一家人了嘛，对不对呀？所以真的很希望上帝能够让你啊长寿又健康，因为王院长脑筋动一动就可以帮助很多不同需要的人有福了。所谓的富足跟喜乐，其实在王院长的心中恐怕有着不同的定义。最后跟我们的观众再分享几句话好不好？谢谢大家呀。我觉得哈，大家应该啊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要到哪里去，所以务必要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中来做主做王。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希望你把你的家人都带进来，将来有一天你爸爸还没有信上帝，他将来就灭亡。如果爸爸信了上帝，他到天家永生，将来有一天你离开世界到天家，还会跟爸爸妈妈再相会哦，啊，这是多美的事。所以信仰的事大家一定要摆在第一位，然后有了信仰以后，你的家庭自然照着圣经的做法呀，就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容易牵手啊，
来走一生，然后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做很多爱心的事，因为耶稣来就是爱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耶稣才来嘛，所以神就是个爱嘛。所以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你就越来越做更多的爱的事，你就像耶稣，否则你不像耶稣。嗯哼，其实有一阵子哦，王院长他啊退下官场之后，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钢炮，这个王圣人他跑去哪里啦？啊，就有人说他往讲道和捐钱的路上去了。其实我觉得王院长他今天讲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体会很深。他说，其实人的一生都在为自己或者孩子打拼哦，但是在你离开世界之前，是不是能够花一点时间跟金钱，为着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为他们做一些付出呢？再有钱的人，如果没有办法分享爱的话，他不会快乐的。生命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把你所拥有的还有你的爱分享出去。这也是为什么王院长夫妇能够一直走在爱的道路上。今天他把他们人生的精华分享给你，希望你也能够朝向爱的道路迈进。谢谢院长，谢谢您。谢谢，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这个我们这王建轩王弟兄被人家称为王圣人，什么意思？先生就说你做得到，哎呦好好，我不行，我们做不到。我想说这些话的人没有任何一个褒贬的意思，只是觉得你能做，我们做不到。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做不到，但是有一点我们看见了，那些基督徒在学习着主耶稣的教导，怎么样的往这里做，怎么样做一个让自己有平安，让人家觉得也很舒服的人。亲爱的朋友，好像做人很难，但是对王建轩我们这位王院长来说的话，一点都不难。除了他自己的性格之外，更重要的基督的信仰成为他的磐石，他紧紧地抓住这个，就是照着这样做，是非没有中间。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处理上，人家觉得哎呦他怎么会这样，可是事后我们看到了他做的事没有伤害到任何地方。亲爱的朋友，其实照说像这个我们的王建轩弟兄啊，苏华昭姊妹这一对夫妻，我们应该羡慕他，他们有很好的婚姻见证，他们在工作上不管在哪一个职位上，他们都在尽责，这不是我们大家所赞成的吗？所愿意的。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哎呀你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他做得到是因为主在他里面。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信的不是基督，试试看，让基督成为你，成为你家的救主，你的生命会改变。我用最短的时间来为你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借着王建轩弟兄、舒法昭姊妹这一对夫妻他们的见证，我们看见了主你与他们同在，主你带领他们。我也恳求你带领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让他们也来向往这样美好的生活。主谢谢你，求主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接受主，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家庭的主。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朋友记住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上帝赐福你。